水的大家一。怎么回事啊？中华电信到底在干嘛？灭族不应54两个月了，啾啾啾！感谢感谢。可否让我瞧瞧这个铜镜？点点点，金太郎，金太郎。多谢四陪啊！任大哥就想跑掉了啊！任大哥看起来那一个应该是他失散已久的梅啊。难道任大哥认识那位姐姐？看来不错。伽罗护法当真要走？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做不可。这是天龙教吗？你们怎么看起来都这么的正派啊？这里呢是在讲我老伯 and my mother 的故事。任大哥，别走啊！也就是说，外面那个女人啊，比他的救命之恩还要重要。竟然打女人了，睡了！任天祥的粉丝在哪里？细瑶姑娘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吗？我睡不着。是为了阿修罗的事吗？他不告而别好几天了，我好担心啊。绝不要像任大哥离开惠理姐姐那样离开细瑶，我会很难过的。一下下就好，让我去上厕所一下下吧，给我30秒。算了算了，把这里剧情看完好了。教主啊，这里的教主叫做天王，还没睡吗？你瞧天上的月亮，月之华虽不能使夜空明如白昼，然足以在黑暗中视人以方位。虽不若次日人与人以温柔啊，却能伴人于幽冥恐惧之中，不离不弃，以待光明。点点点，没听懂。他正在思考刚刚到底听了什么，说出来听听吧。这阵子你心中的疑惑，属下一直不明白。昔日紧那罗与钱达佛护法以刺客之姿意欲危害教主，而今伽罗罗护法效命本教十日不过月余，何以教主皆能放心授予重职，用而不疑？原来是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能为了理想努力不懈、奋斗到底的精神。
你也有着一样的眼神。还有很多哎，要看完吗？还是要玩一篇新的？很多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有六个啊！来玩天王线吗？那我们来玩啊、天王线吧。天王线的话。转身，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噔。我们要叫什么名字啊？真假还要看攻略哦，那好还了好久哦。那一套属于台湾人的剑法啊，想不到叫什么哎、欸？我叫什么好嘞？我就叫武林至尊好了啊！既然上一回哦啊，我们都当了武林盟主了，就把上一回的记忆直接拿来用啊！爸爸包，爸爸包，爸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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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噗！爸爸包，感谢二的两块，啾啾啾啾啾！吱喳花枝就不要选一代宗师啦！你们这群！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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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聊天室才是一群吱吱吱啊！没有，我就是哦，一太宗师难度哦，也能轻松通关啊。其实应该还要有一个更难的难度，不是吗？怎么没有看到？好了，我们改成武林。武林盟主，我们拥有盛唐之力啊，钓鱼四十。我们这一代呢是混世魔王，道德越低时攻击力大幅加成，筋骨坚实。好，就这个了，这家伙就是我，我长得要很帅啊，长得跟我上一次一样好了。我是一个刻苦耐劳的混世魔王。就这个了。天王线不能用混世魔王，真假、啊？天王线还要有道德哦。哦 ，soga soga， 天王要有正派的，好。原来天王是走正派的，好，那我们就，哎呦，我的豆爷啊！啊我的刀耶！哦哦哦哦哦！我们现在是要来啊，创角色。
我要叫什么名字好呢？第三次登场啊，我们就叫豆叶如何？可是这样好不像我。不行啦，这样就不是我嘞。我看一下啊，那我叫做可以不取名字啊。哦，可以不取名字耶，竟然有预设的名字，心宽体胖，摸使用的、啊。我叫做东方未明哦，啊，我要叫做什么好嘞？嗯，好啦，就叫我的名字啊，就叫我的本名了。这一次哦，王永杰。冲出江湖！只能最多各两个字哦，好，我们就叫王永杰吧。按下空白键以随机属性，我们按一下空白键。天赋，天生的废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忘记选难度了。